近日，伊能静被某媒体目击和潘粤明过从甚密，两人在内地同住一小区，不仅和潘粤明闲聊，还帮潘母提水聊天。因此，伊能静和潘粤明被推测正爱得火热。日前，伊能静不但向首先曝光此新闻的媒体发了律师函，正式否认密恋潘粤明，还用他敏感却有才情的笔调写下了这五年的单身生活。五年单身，我努力学会孤单，寻找一个人的完整，相信只有自己成为对的人，那个对的人才会出现。我那么用力的单着，不约会，不暧昧，不牵扯，相信疗愈过往，学会祝福，我才能幸福，才有资格幸福。请原谅我不接受拿我对爱的信念炒作娱乐，因为这是万水千山后依然相信爱的我的人生。虽然相信爱情的伊能静一再表示还在等待，但还是有网友觉得无风不起浪，空穴不来风，越描越黑，越炒越火。还有粉丝拱他跟哈林哥庾澄庆复婚，毕竟你们还有一个爱的结晶宝贝儿子。